系列的全听你说又回来了，深受欢迎的谈话性节目即将迎来更大胆的言论。我读书的话，现在我就是总统。真的吗？权益凤再一次挖掘小心机吧，艺人朋友们不为人知的经历，以前的工钱有没有金钱虚啊？中认识他们最真实的一面，因为我是生活白痴。举一个例子，也不要再讲了。全听你说，星期四晚上9点，每2个星期推出2集，立即上 MeWatch 观看。